在越南做整形医院生意好不好啊？今天可厉害了，我老婆想做一下鼻子，她说鼻子不好看，过来看一看，给你拍个视频啊，大家不要笑啊，看完。哇，这么高的大碉堡啊，这里是整形医院啊。我老婆想做鼻子，过来看一看，她说她鼻子不好看，要做高一点。哦哟，哇，这个做整形的这么有钱，三，进去看一看，我拍个视频啊。哇，要取号的，哎呦，还要等三个人是吧？我觉得你鼻子挺好，就别做了。上楼啊，哎呀，上去看一看啊。要等三个人。啊，要等三个人。我媳妇儿想做一下整容啊。他说他鼻子不好看啊，我看着鼻子挺好了，你可别折腾，非得花点钱啊，要不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哎，行了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啊，在这里啊，老爸，这里的男的挺帅呀，都是没有我帅啊，嗯，挺帅的啊，小伙子，老公。我先就别连接让这个姐姐这你别做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他这个做完了得花多少钱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先加我做鼻子，哎呦，回家吧，回家。这啥玩意儿？这么软？哎呦我去！这能吃不？哎呀！他说我做眼睛。做眼睛？1200万。3000多块钱。啊，做这个。做鼻子？啊，6500万。6500万，20000块钱。做这个。做胸。9500万，那就定了30000块钱。你给我两个亿吧。那你这一下来就60000块钱吧，回家啊。你给我做吧。回家再说啊，不做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已经很漂亮了，你为啥要做呢？哎呦，哇，这家做整形医院的生意可真好啊！看看他的房子啊，听说他的房子花了1000亿买的，1000亿越南盾的。买的这个房子做整形啊，厉害不？1000亿呀、啊，相当于3000万人民币呀、啊。Nice。